两个。想先吃了，从小的背部就开，就给你录音。都要紧，才两个半小时，我错也不要。把水分吸干。那啥，鸭油就起来。冬天面得至少三四分钟好了。然后把汤的水先吃了。里面再放点小菜。你不吃？我不吃，该吃的。啥最好吃？那么吃吧。啥么子？那带娃俩早去连的。嗯。你别吃了。嗯，真有。